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1日成立，适逢今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各位听众大家好，香港电台第一台。叶国华由2006年开始担任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50年后》的主持，以邓小平承诺香港50年不变为题，同听众分享他对中国和香港未来的看法。在董建华年代，叶国华亦都曾经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特别顾问，专责台湾以及香港各界的政治联系。建党100年，叶国华邀请了立法会议员谢伟俊、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以及基本法基金会会长李浩然参与建党100年人民对他的期望座谈会，一起探讨香港人可以怎样为未来的挑战以及机遇做好准备。因为在我自己香港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我们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呢很少，而且很多是一种错失的感觉，也都有多误解。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座谈会，用我们香港人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是啱香港人能够明白的。我用人民对共产党的期望作为一个主题呢，最主要我觉得中国共产党非常强调呢他的初心，他初心就是为人民服务，他管治的国家都以人民的利益作为一个目标。因此我觉得究竟中国人民包括我们香港的市民对这个执政党在香港的管治的过程里面有什么期待呢，所以我就引出一个这样的题目，希望能够讲出香港人自己觉得需要关注的问题。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1841年有一个叫做布丁扎的英国的小军官，种种原因就因为一个不道德的理由，所谓贩卖鸦片所造成的各种的问题，就用少少的军事力量就占领了这个这样的海岛，从此就开展了我们中国百几年来的耻辱的过程。到了1919年，就产生了一个中国人民的激动的日子，就是五四运动。再过两年，就1921年，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酝酿去组成一个革命的组织和行动。那就在1921年的7月23日，在上海一个地方就开始了13个人的聚会，包括我们一路都讲到的领袖毛泽东，还有很多其他的领袖人物，就在上海召开了那个第一次的党代表大会。那为什么会写了7.1呢？是因为4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在延安就提出，即是关于纪念的时候，他说容易记啲，就确定7月1日啦。咁是呢，就共产党的创党日子呢就确定了7月1日。咁13个人代表50几个新组成中共的党员，就开始了中国的复兴运动。在这8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跌跌荡荡，3次国内革命战争，4次的对外，还有1969年的珍宝岛，还有1962年的中印边境，还有这个70年代的越南。头28年基本上是
戰爭、找尋道路、實踐錯誤、改正、再實踐、再錯誤。在這個過程裏面，無論體驗農村包圍城市，體驗這個革命的基地，體驗國共幾次的合作，體驗幾次的內戰，到抵抗日本人的這個帝國主義的侵略，所有的過程都是一個所謂槍桿子去發展自己的過程。在這100年的時間裏面，我們中共的很多領導人，他做過很正確的事情，但同樣亦都做過錯誤的事情。但無論做正確的、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有一個特點，它是一個學習型的政黨。由最初陳獨秀、李大超這些教授們，到後來陳延年、陳橋連、周恩來、鄧小平，很多很多這些留學生，他們都是非常側重學習的。所以一個學習型的政黨，不斷去覺醒，不斷去實踐，不斷去找尋道路，這個時間用了他們28年的時間，就是由1921年到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由49年到59年這段時間，就是他們建設自己的國家，開始嘗試摸索如何建國的過程。咁到59年嘅時候咧，就開始進入去呢個找尋自己嘅政治經濟發展道路嘅時候，呢段時間亦係不斷嘅嘗試，不斷嘅犯咗錯誤，其中包括你哋所理解嘅三反五反啦，喺嗰段期間前後啦，後來嘅大躍進啦，跟住嘅文化大革命一路就陸續嚟啦。中國在這個時間裏面是節節騰騰、起起落落、爬坡過坎，直到70年代，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鄧小平的開放改革年代。儘管開放改革之後亦再有新的認知上的落差，就是官倒、貪污腐化而引出的六四風波的問題，亦都是經過了很多的錯失，這些都使到中國人、香港人、世界對中共有很多不同的認知和看法。但無論怎樣都好，他們知道自己有些事是錯了，應該怎樣改。所以鄧小平先生就提出著名的發展是硬道理、不爭論、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好貓，這句說話是很重要。這句話總結了過去中共這麼多年，單純講主義是解決不到問題的，是需要著著實實地做好經濟建設，不要搞那麼多政治鬥爭，不要搞那麼多這些無謂的爭論。於是這句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好貓，這句發展是硬道理，就支持了中國走上四個現代化的道路。到2012年有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又來了，因為在解決了前幾次的爬坡過坎、找尋道路、發現要搞四個現代化、要跟全世界結合這些之後，究竟中國是純粹走自己的道路啊，完全學美國啊，這些呢就擺在中國的眼前。而這裡中國就吸收了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蘇聯的崩潰。所以蘇聯在1990年代的時候，他的整個蘇聯的瓦解，習近平先生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在他的外部講話裡面的總結，就是第一，蘇聯的崩潰是在於失去了黨的領導；第二，黨對軍隊的領導，黨對政府的領導。所以他由2012年開始，所謂十八大就開始現在的新路線。大家要注意，整個中國的發展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核心的組織，即是中共，沒有一個願意學習的政黨
中共，冇一个愿意不断艰苦实践嘅政党中共。而呢个实践过程里边有错误嘅时候肯改嘅中共，呢个唔会有今日嘅。总结咗苏联嘅经验之后，2012年就开始十八大，咁而家19大完啦，明年咧就系20大。嗱，呢个咁嘅整个过程里边嘅焦点就系习近平嘅领导同埋中国共产党嘅团结一致嘅领导。嗱，呢个系好关键，所以你哋会见到今日嘅西方对中国嘅攻击，一佢集中拆开中共同中国呢个概念。嗱，呢一个系好重要嘅问题。喺中国共产党嘅整个经验里边，如果你最近睇所有中共嘅文件，你就会发现佢非常着重总结中国5000年文化嗰个底蕴嘅沉淀。中共希望我哋中国人喺翻我哋5000年嘅文明嘅基础上边嚟去巩固自己。中共亦都非常着重吸取人类最近呢300年各种各样嘅成就，包括法国大革命啦、英国嘅工业革命啦、美国嘅独立战争嘅经验教训啦，就总结出成为佢哋要注意嘅西方嘅经验。与此同时，亦都总结自己过去90到100年嚟自己嘅成功错失嘅地方去吸取经验，同时亦将视线去睇住苏联失败嘅经验。而家中共又引导全国人民注意美国存在嘅问题，咁成个中共嘅呢100年嘅发展就系一个觉醒、学习、实践、改正、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直到现在。喺中国整个发展过程里边，中国共产党嘅领导啊，系起咗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咁因此，我哋谈到嘅佢嘅发展嘅时候，我哋今日嘅中国人或者我哋香港人，想我哋呢个政党佢做到啲乜嘢咧？咁，我认为第一，大家都希望佢能够完成一个执政党对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嘅所有嘅承诺，包括里边好多嘅所谓2060年嘅时候系一个高度嘅环保嘅国家，以及佢所有嘅交通、所有嘅发展、所有人民希望公平公正嘅社会嘅存在，呢个都系大家对佢嘅期待。另外，我哋要睇到喺中国共产党嘅过程里边实事求是嘅做法，就系邓小平所讲嘅所谓咧发展经济系硬道理。所以我相信人民系期待执政党能够完成佢对中国人、世界人民嘅承诺。我哋而家就將個話題交俾阿李浩然博士，我想佢談一談咧，關於喺基本法同埋灣區究竟對香港年青人有啲乜嘢嘅作用嚇？喺共產黨嘅領導底下，佢點理解呢個問題？請李博士。我咧就從法律嘅角度啊，開始同大家探討一下喺我哋身邊最貼身嘅就係基本法。點解有基本法？其實好簡單，就係因為我哋需要有一國兩制。咁正如頭先都提到咧，其實中國共產黨係一個點解話係一個學習型嘅政黨咧？即係除咗佢好多反思之外咧，其實原來同我哋今時今日咧行緊一國兩制以至改革開放咧都有密切嘅關係。之所以行得到呢兩條路咧，其實係喺70年代末期嘅時候咧，中國共產黨喺黨內咧做咗一次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反思，我哋會叫佢做一個再認識運動。什麼叫再認識運動呢？就是重新再認識什麼是資本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到最後的結論呢，就是剛才葉 Sir 講過，就是其實是實事求是地認為呢，其實不論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不論黑貓白貓，只要能夠做到民族復興，能夠讓市民生活改善，能夠讓國家是富強的，這個目標呢其實都是好貓。我們除了在憲法裡面有講過，即係我哋可以實行一國兩制之外，亦都有基本法確保咗一國兩制嘅呢個實施之外咧，其實喺19大嘅報告裏邊咧，就提出咗一個叫14個堅持嘅呢個基本方略，其中第12條咧就係講堅持一國兩制同埋推進祖國嘅統一。
其實一國兩制本身已經成為了中國制度裏面的其中一個核心的內容，亦都已經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去執政的基本方略裏面其中一個的核心的一個方略。在十四個基本方略裏面，其中另外一個亦都提及就是全面依法治國的想法。法律就是由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所立的這些的法律，具有這個在效力上面的最高位階，總共有3000部。除此之外呢，還有由各個部門，例如商務部啊或者教育部啊，他們提出來的以國務院名義頒發的行政法規呢，總共有12000部。好啦，除此之外呢，亦都在即各個省市直轄區等等呢，他們呢亦都可以提出一些在他們省內或者核區內呢所實行的法律，這些是我們叫地方性法規。那麼總共呢，這個數字很驚人，就大概是220000部。好了，除此之外呢，還有司法解釋。司法解釋就是說呢，是法院怎樣去解釋就是這個的法律，那呢大概呢就是7600部。這些所有的法律都是改革開放之後才出現的。回帶40年，死40年之前，當時全中國有多少部法律呢？那呢其實在當時呢，全中國呢就是有2部法律，一部憲法，一部婚姻法，是這麼多了。所以說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呢，整個國家呢 在這40年裏面，其實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呢是放了很多心思下去，由開始到現在都是一路努力的一個步驟和一個過程，裏面包括好幾個方面的，包括第一就是他怎樣去建立一個法治社會，第二呢就是他怎樣建立一套屬於中國人理解的一套法律呢。我們可以這樣看，就是其實有很多時候呢，法律應該有一個我們經常在法律的概念裏面有一個叫 proportionality， 即是合乎比例的原則。其實這個也都是體現了在中國共產黨的法治社會或者法治建設裏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包括在很多制度上面。例如什麼呢？例如就是我就很不明白一件事，就是為什麼有些西方國家就硬是覺得自己是民主，然後就覺得就一直抹黑中國就是不民主。其實我們應該去理解一件事，民主是可以帶來很多不同的結果。如果有些民主過分只是強調個人的權利，民主會變成自私。但是如果民主用另一種模式去發展，包括例如內地很多的學者，例如黃少光教授等等經常講的諮詢式民主等等的模式去做，其實民主亦都可以帶來另一個可能性，就是民主會帶來在個人權利之餘，亦都同時要考慮一個人對於社會的義務。所以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我們在構建整個社會主義法制的過程裏面，其實追求的就是一種比較合乎一個法律常規或者原則的一套權利和義務所平衡的一套原則。例如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其實大家可能會即亦都有些人可能很不習慣，覺得很多的即不理解或者甚至驚恐，那我可以理解的。但其實國家安全是一個必要，為什麼呢？其實很簡單，有兩個道理。第一，國家本身就是國際國與國之間、人與人之間國際交往的基本單位，沒有國家你沒得國際交往的。第二呢，就是國家亦都是任何一個社會和人的生活最基本的管理單位。為什麼有法律呢？法律是什麼呢？其實法律因為它有一個強制執行力，你如果做錯事會被警察拘捕，會被法庭審訊，跟住會被做判刑的話會坐監。好了，但為什麼法律有這個強制執行力？其實一切都是源於國家的權力。其實中國的憲法呢，我們由49年的建國之前兩日就出現了一個共同綱領，這個就我們叫做半部憲法，但正式到今時今日用的是1982年的憲法，之後就經歷了5次的修憲。第一次的修憲是1988年，1988年的其中一個重要要點就是增加了第11条。第十一條說什麼呢？就是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好了，這個很明顯大家聽就知道是經濟的上面的改革的一個成果。跟住落嚟嗰次係1993年，93年咧非常之重要啦。有一個內容就係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取代咗計劃經濟。
用国有经济这个讲法呢，和国有企业这个讲法呢，就取代了国营经济和国营企业。不要看一字之差，营变成有，其实是由国家经营和国家只是一个拥有者，所有国有企业都应该按市场规律去营运。其实这个已经是一字之差，但是非常之大的变化。好了，到1999年3月15号的那一次修宪呢，增加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大家看到了，开始出现去到一定的条件之后呢，其实开始追求国家在法治的建设、法制的建设上面的一些努力了。为什么中国的整个宪法或者个法律的体制会有这样的走向呢？有几个很不同的特点和原因的。第一呢，就是社会主义的宪法呢，有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因为通常这些国家都是比较困难，和那个立国的时候都是经历了很多的战争啊、动乱等等。所以呢，往往在社会主义的宪法里面呢，都会提及到啊，我这个执政党，即是中国共产党或者任何共产党，他对于国家未来的 vision 是怎样，他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去带领整个国家人民走到他的 vision。 亦都因为这样而带出了我刚才所讲的几个很重要的那个对于法制建设的方向。第一，就是权利义务相适应，就是讲紧公民啊、国民的责任。例如就是在美国呢，如果要入籍啊，如果入籍呢，你的宣誓誓词怎么讲呢？有几句说话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支持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和法律，要对抗国内和国外的所有敌人，真诚地效忠美国，保卫美国拿起武器，亦都会为美国进行一些非战斗性的军事服务。所以其实这种要求也不是说只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才有，其实全世界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呢，如果我们多些明白的话，对于在香港所出现的对于那个法制的完善，特别是在国家层面的法制完善呢，其实就不需要有什么很特别的担忧。好了，咁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中国亦都喺度构建紧一套唔希望只系讲权利而唔讲义务嘅一种心理同埋法律上边要求嘅平衡。而点样先能够喺民主嘅基础之上带嚟到既有人嘅权利嘅保障，同时间亦都唔会忽略咗人对社会嘅一份义务呢？其实呢个就系追求嘅目标。喺宪法嘅第33条呢，都有講到，就係公民咧享有憲法嘅同埋法律規定嘅權利，同時亦都必須履行憲法同埋法律規定嘅啲義務，以至到咧，我亦都剛才講到咧，就係其實我哋喺香港國安法第六條裏邊咧，第一次提到就係包括香港嘅同胞在內咧，都係即係具有一啲全中國人民嘅共同義務等等。好啦，嚟到呢度咧，我諗想帶出嘅一個好重要嘅信息係咩咧？在整个法制建设和那个法治社会的奋斗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一些新的事物，特别在香港社会过去由于殖民管治之下未必接触到。而这里里面呢，亦都会带出很多新的制度。例如我们今时讲大湾区。大湾区呢，其实是亦都一定是一个制度创新的尝试来的。其实香港是应该在大湾区发挥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既然香港作為一個中心城市，一定是一個帶領的作用，亦都需要香港有一定角色。但是裏面如果要香港有角色的話，就必然有很多的制度創新和探索，以至帶來新的一些法律的規定。好了，我又給大家一個問題去思考一下。港珠澳大橋是一體來的，好了，但你這條橋是橫跨三個地區，香港、澳門和珠海。好了，在一條一體化的橋經過三個地方，工程的第一大問題，用哪个地方的工程标准？中国标准，即是珠海协商欧洲。好，中国现在港珠澳大桥用的是最高标准。我举个例子，对于桥梁的寿命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例如香港要求是120年，好像青马大桥这样寿命要求。那就澳门呢，就是跟欧洲标准基本上没有特别要求的。而珠海呢，跟中国标准是100年的。好了，在这里一称之下，120年的要求是属于最高的标准，因而呢，港珠澳大桥就用了最高的要求，就是120年。所以用这个择优原则之下去创作一个新的制度，而通过这个制度呢，亦都会引申后面很多更多的更详细的法律的完善。所以呢，这一切呢，其实都是
由開始通過我哋不斷去反思學習，去到兩地嘅融合嘅思考，到制度嘅探索，到最終成為無論喺法律或者制度嘅一個創新。我諗呢一點咧，其實就係喺中國共產黨佢成個執政嘅過程同埋理念裏邊咧，係一個其中一個幾明顯同埋幾有效，以至係有特色嘅一個即係佢嘅性質嚟嘅，同埋特點嘅。好啦，咁我諗我就講到呢度先啦。好多謝大家。下一節翻嚟，仲有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同埋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許晶同我哋分享，記得唔好行開啦。我對共產黨喺呢我自己認知嘅喺香港呢六十幾年咧，我覺得第一，我希望佢哋能夠改正過去佢哋嘅工作裏邊好多嘅缺點，呢啲缺點都帶嚟佢哋好多嘅挫折，亦都帶嚟香港同埋咧世界人民對共產黨嘅誤解。因此咧，我希望佢知道呢啲誤解，從而咧改正呢啲咁嘅挫折。呢個咧係我一個諗法。另外在過去的幾十年裏面，我很清楚感覺到有一些做法很期待不要再重複的。譬如好像舉個例，這個過分集中強化了的一些個人的一種決定性的因素，以前叫個人崇拜，我希望多一些給市民就是香港人了解到，中共是一個集體領導的單位，是一個很注意學習，好注意喺試錯過程裏邊改正自己缺點，而引整個國家走向正面嘅。所以喺呢啲咁嘅關注裏邊咧，係我對佢一個期待。而家提出佢嘅睇法嘅許晶教授，許教授係我哋新界人，又係去英國讀書嘅。咁佢或者有好多佢唔同嘅觀點，請許教授。首先很多謝葉國華老師、香港電台和在座這麼多的觀眾。剛才葉老師提到我自己是原居民，在英國讀書，我住過一區，因為我第一個讀的 college 附近就是在大英博物館附近，就叫做 Russell Square， 那裡就有個狄更斯的故居在那裡。我想起狄更斯一句說話，一路都《雙城記》入邊，我覺得就翻譯得唔係咁好嘅，但係好通俗，大家都識講嘅。依家係最好嘅時候，亦都係最壞嘅時候。點解最壞呢？就係頭先老師提到嘅嗰個帶引號嘅 “call and call” 中美對決四個字。呢一百年嚟，我哋冇做過嘅，亦都冇面對過嘅，我哋要同世界頭號強國。通俗啲講句就係 one on one 噶啦，我哋廣東人講咧就隻揼噶啦，單挑噶啦，咁就其他人全部都企埋一邊，歐盟啊、俄羅斯啊、日本啊嗰啲就係唔好意思，唔關你事嚇，我哋嚟咁樣樣，因為呢個資格賽嘅問題嚇，中美對決唔簡單，唔係對於呢一百年嚟講唔簡單，而係超過一個半世紀以嚟中國嘅現代化運動從來未試過同世界頭號強國去決一雌雄嘅。咁當然一陣有時間，我再簡單講一講所謂決一雌雄係啲咩啦。未必一定係兵戎相見嘅。受家庭影響，我就對於1930-40年代喺香港嘅抗日運動入邊嘅一支遊擊隊咧，我自己自細係好感興趣。我從我係一個新界人嘅角度，因為嗰支遊擊隊90%以上嘅成員其實係新界嘅原生嘅香港人嚟嘅。OK。咁就基於呢個理由，咁我就好好奇啦。對於本土史，我哋新界嘅歷史，咁就去咗倫敦，差唔多20年前去研究一位叫做黃作梅嘅先生。咁佢英文名叫 Raymond Wong 嘅。咁佢就唔單止係呢支遊擊隊喺頭先提到嘅30-40年代，即係所謂抗日同盟入邊，佢代表中共同美國嘅飛虎隊啦、美國嘅尼米茲艦隊啦，同埋英國嘅陸軍嚇，即係作出咗好卓越嘅情報合作啦。而同時，佢亦都係倫敦新華社
同香港新華社嘅創辦人嚟。係基於咁，咁我就對於所謂黨史咧，就有一個好初步嘅認識，就係喺整個中華民族，我唔好話復興啦嚇，整個中華民族奮鬥嘅過程入邊咧，香港人哪怕我哋係中國第一個近代對外戰爭戰敗、恥辱地割出去的地方，但是這片土地的人，包括我們原居民，從來沒有在國家奮鬥的過程中，香港人是沒有缺過席的。所以在中華民國成立的時候，即是中山先生做這個臨時大總統的時候，竟然有一半的國員是來自於香港一間中學而已。那個起點你就會想到，亦都係點解？譬如最近啦，神十二就升空啦嚇。咁我記得我當時寫過篇文，我係比較反感當年楊利偉嘅時候，有一啲朋友嚇，唔係反華嘅朋友喎，咩背景你哋可以想象得到啦？就話即因為國家強盛，因為我哋太空人上天啦，或者宇航員上天啦，所以香港人嘅民族自豪感咧就升到最高點。我話 no 呢句嘢錯嘅。從來在這個民族最屈辱、最需要人拋頭顱灑熱血的時候，包括中共革命的時候，香港人在中國芸芸大城市裏面沒有香港人敢勇於犧牲的。譬如剛才我提到黃宗梅，她進入剛才我提到那所官校之後，她是一分錢學費都沒有交過，因為她從來都是考第一的。他從來都是考第一，一個這樣背景的人是可以加入中共，而且隨時願意為他的民族而犧牲，而最終黃宗梅先生在他39歲的時候，他太太還駝住遺腹女的時候，他的兒子還在一個小學階段的時候，在印尼的上空，他要趕赴阿菲拉曼隆會議的時候，1955年他被台灣的特工是刺殺了。所以講咁多，其實呢一個探討嘅過程入邊就第一，我冇強調過我哋係咪要參與一帶一路，係咪要融入大灣區等等，而係我調翻轉去睇呢段歷史。香港人冇喺我哋國家嘅革命，包括紅色革命入邊，我哋冇缺席過。問題只係我哋點樣睇我哋喺未來嘅角色。頭先阿葉老師提到一個，我覺得幾值得我哋思考一點咧，就係、是。中共發展的歷史和馬克思他的生平剛好是調轉的。馬克思在他30歲的時候，他先是寫了《共產黨宣言》，後來才去思考所謂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論等等，先有《資本論》。中共是調回轉。咁好似頭先葉老師所講咧，就係由1927年一路去到1949年，只不過20多年的光陰咧，就係、是。主要是軍事鬥爭，不純粹軍事鬥爭，包括在文學上啊，即係最出名的文學史的故事就是毛澤東寫嗰首《信沁園春雪》，咁嗰個係震撼了中國的政壇和文壇的 OK， 其實那個已經是一種轉折嚟嘅，就是話，但凡一個弱小的民族在我哋中國的歷史上，遠至北魏孝文帝嚇鮮卑族，近至成吉思汗嚇，佢嘅孫啦嚇，拖雷嘅仔忽必烈建立元朝啦，去到中國共產黨，你留意翻每一個弱小民族，佢哋最終得以興盛，佢哋嘅創立者作為一個整體嘅嚇，一個最大嘅特徵就係佢係先改造民族，後建立國家，佢係重新定義一個民族，重新話俾我哋中國人知。如果用英文講就 I believe。I could， 我是得的。嗱，呢個係一個好大的分別嚟㗎。今時今日，我哋中國人覺得，哇，扯你即天宮有幾威啊！我哋去火星啦，甚至乎將來去土星、金星啊，成唔夠100年前嘅中國人係冇人信呢一套嘢。厲害就厲害在，唔係今日嘅中國共產黨信啊嘛，係100年前嘅中國共產黨信啊嘛。佢信我哋中國人係得嘅，我係可以透過改造我自己。透過改造我的民族，最終改寫當時叫做40000000啦，後來人口普查之後發覺其實中國是不止4億人，非常之不簡單。你看看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宣傳隊，他在長征由華中去到西南去到西北，
每一個地區由彝族去到回族各方面，全部都是少數民族地區，不窮不去，不偏僻不去。但是這個過程裏面，直到今時今日為止，我不主張亦都不贊成個人崇拜，但是今時今日你去到部分的維吾爾族甚至無藏民藏包的家，你是可以看到其中一位中共創始人和見證人，他的相片是放在那裡的、okay。 所以其實說到尾那個信念回去，即是今時今日所謂對著美國，第一不可以掉以輕心，第一個心不可以掉以輕心，第二不要忘記我們的初心。馬克思主義或者他在中國生根，跟之前很多的努力，包括中山先生，包括洋務運動、自強運動，有個很根本的分別，我要達至富國強兵，但我不止於富國強兵，我要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君父的中國。所以馬克思主義最大的特色，所以最終為何中國會發展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是用來分配資源最好的方法，即是 maximize 去 utilize 我們社會有限的資源。但是為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呢？因為這個國家我們將我們的資源最大化之後，最終是為了什麼呢？最終是為了每一個中國人，我是要每一個中國人都要過上富足、有尊嚴和有未來的生活。所以其實講到尾，你到最後發展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美國去對決的時候，不是一種軍事實力上，或者不是一種經濟實力上、商業實力上、技術實力上的一個對決，是講緊我們發展經濟最終分配是不是最核心的問題。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中國共產黨三個字，中國就是我們的民族，黨就是一個組織，就是一個力量，而共產不是那個數字的問題，而是我們不會假設人和人之間的貧富是可以相差這麼遠。如果是相差這麼遠的話，這個國家是有這樣的義務、有這樣的道德責任，令到每一個人都過上有尊嚴面對未來的生活。所以今時今日，未來當今天下，誰個主導，就是說哪一個人、哪一個執政黨能夠令到每一個國民甚至乎他們周邊的人民都同樣過上自由民主、君父、有尊嚴的生活，他就會主宰我們這個藍地球 Blue Planet 的未來。多謝大家。朋友好，我就很開心呢，其實我有機會跟大家分享。大家都知道葉先生對於我們中國的歷史、世界觀很多東西，很多太多知識。我在他面前講嘢咧，我揀感覺到好大壓力。不過我盡量咧，我試下切入點咧，就用翻或者呢個禮拜大家比較關心嘅一啲時事啊，幾多新聞，都希望可以分享一下少少嘅睇法啦。最大當然係見到我哋政府終於都係換班子啦嚇。咁亦都當然係有張相已經出嚟咧，就我哋特首女士咁側邊有三個好威武嘅男士伴住佢，感覺上當然就馬上有人批評話會唔會好似？哇！好似嚇、警察治港啊咁，咁當然咧，呢個係我哋而家現階段就唔會評論究竟呢個班子優劣啊，邊個係走咗唔走，好唔好？我只係想帶出一個信息咧，就係我哋期待咗好耐咧，有一個比較係肯承擔有膊頭嘅班子。我哋見到我哋國家、我哋黨咧喺裏邊咧，佢哋無論喺抗疫啊，喺對付任何天災人禍咧，如果係任何錯失咧，絕對不會手軟，是快靚正換人。但香港咧，唔知點解咧，等咗好耐咧，有應該換嘅都唔換，應該做嘅唔做。咁所以我第一個期望咧，作為香港仔對於黨嘅要求咧，喺香港就未來咧多多少少都好啦，用佢北京嘅影響力，令到香港呢個管治班子咧係真係似翻啲我哋國內嘅水平。咁我覺得香港未來咧先至有得可以係做得更加好。好啦，第二則新聞咧就關於外佣。在座相信唔少家庭咧，你哋屋企都有請外佣。但係疫情下咧，由於我哋嘅來源地，無論菲律賓啊、印尼啊，嚟港嘅問題非常之困難啦，咁導致好多家庭好多困擾。
但係點？我想帶出咩問題咧？就唔係淨係話點樣有咩措施，有咩短期、中期措施去補足呢個外佣或者係禁制外佣跳工問題，反為更加帶出嘅問題咧，就係我哋嘅來源咧，點解咁耐咧都仍然咧係將一個外佣嘅來源地咧限死於係東南亞國家，例如菲律賓、印尼，而係完完全全咧係禁住內佣，即係內地嚟香港嘅家庭傭工。當然咧，今時今日嘅國家水平咧，要請內地人嚟香港做打工咧，都已經係唔容易噶啦，都唔平嘅。但係我想爭取嘅就係話，起碼要打鬆咗呢、這個扭鬆呢個蓋，法律上唔應該有一個框得咁死嘅限制咧，就一定唔准內地人嚟香港做家庭傭工呢一樣嘢先。因為咁咧就變咗係將個市場隔絕咗，係少咗好多彈性。而更加重要咧，譬如話外佣嚟香港咧，佢哋就算住幾耐都好咧，都唔能夠獲取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嗱，當然我唔係主張要俾外佣喺香港做咁上下就加入嚟香港做永久居民，因為咁樣做咧係要經過好審慎嘅研究呢個政策。但係更加重要帶出嘅問題咧，就係點解我哋咁多年嚟回歸24年？仲係只要你係五眼聯盟國家，你講英文嘅，你可以攞個 working permit 一個工作證嚟香港住滿七年，你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即係呢樣嘢帶出背後咩咧？就係我哋或多或少，包括我自己本人在內，好遺憾地都係仍然咧係對於一啲西方價值觀咧相當仰視。咁回歸後咧，我希望呢樣嘢係國家黨。幫到我哋了解一下呢個問題，點樣可以幫我哋真正去喺個價值觀方面咧扭翻正佢，回真正嘅回歸。第三種新聞咧，大家可能比較關注我哋某張報紙嘅出現嘅問題啦，停刊凍結資產。但係其實同一日發生嘅咧，可能大家冇留意到咧，西班牙嘅巴塞隆尼亞一個地方咧，佢哋啱啱就出咗一個由佢哋嘅國王出咗一個。所謂特赦令，特赦咩咧？特赦咗九位咧，喺兩年前到咧，係曾經係主張係獨立嘅一個省份嘅佢哋嘅議長啊，佢哋嘅市長、副市長啊，一啲嘅議員啊，甚至一啲嘅 NGO 嘅領袖咁樣。咁點解講啲咩出嚟咧？一方面咧，我哋而家香港係喺呢個關鍵時候咧，或多或少我哋有國安法。我哋要處理翻2019年之後嗰啲後遺症，因為現階段咧，我哋搞唔翻呢個秩序咧，我哋唔能夠再好好地重新出發，無論喺經濟上、民生上。不過我希望咧，作為一個土生土長香港仔嘅價值觀咧，適當時候咧，希望咧我哋黨明白到香港呢種土壤出嘅人，好多時真係希望有啲改變，係能夠適當嘅地方、適當時候咧，係有呢種心咧，可以係用翻菩薩心對付香港。等香港嘅社會咧，去早日咧，去翻一個比較平靜啲嘅、平衡啲嘅社會。香港真真正正未來嘅日子，最大嘅深層次矛盾咧，都仲係政治上嘅矛盾，都仲係點樣去處理翻我哋相當多部分，甚至可能超過五成嘅人對香港一啲嘅或者係無論係抗共啊、反共嘅心理。我哋如果自己唔搞掂呢一樣嘢咧，我哋依個永遠都係個短板，一個缺口咧，係導致到好多西方嘅有心人士咧，會利用我哋香港呢個缺口咧，係對我哋國家造成好多喺嗰個國安上嘅侵害。咁所以呢一樣嘢咧，我希望咧係更加要注視。時勢逆之下咧，我哋如果真係想希望可以未來日子咧，同黨同國家嘅融合更加好嘅話咧，呢、這個意識形態上嘅一個認識係必須嘅。我哋或者睇翻下以往啲歷史先。回歸之後的短短的歷史咧，可能一國兩制咧係特別偏愛香港，偏愛到咩程度呢？有啲地方有啲時候應該要好理直氣壯、好清晰無遺、好完全唔含糊咁樣解釋翻一國兩制之下中國國家嘅重要性行先，先到能夠香港呢一個作為兩制之下一個城市，譬如基本法。22条我哋嘅內地嘅部委啊，內地嘅部門啊，各省市嘅政府啊，可唔可以嚟香港？唔可以干預香港嘅事務啊咁。但係譬如我哋嘅中聯辦咩角色咧咁，
咁都仲係含含糊糊咁就覺得佢哋都唔應該干預香港，唔應該處理香港事務，直至到真係爆大禍啦，先真係逼到咧，我哋要講得好清楚咧，係唔包中聯辦在內嘅，咁先可以能夠咧係或者將件事搞得清楚啲。因為事實上，我哋如果唔去充分去讓自己去認識多啲關於黨嘅歷史、黨嘅一啲嘅憲制上嘅地位、一啲黨同香港之間個關係咧。導致到我哋好多時嘅睇法咧，就會偏差咗、錯誤咗。咁我呢個亦都係另一個咧，我認為作為100周年咧，香港仔咧，對於我哋希望未來嘅做嘅嘢，其中一個係多啲俾我哋有機會喺適當時候咧，就或者要應該硬嘅時候就要硬，應該軟嘅懷柔嘅時候就盡量軟。咁呢種方法先可以令到咧，我哋如果剛才都提嘅嗰個深層次矛盾咧，可以盡快咧可以疏導，因為始終如果呢個疏導唔到嘅話咧，我覺得我哋講咩其他政策咧都可能係事倍功半。咁我知道在座咧就好多朋友咧都仲係對於阿葉生個時間咧太短啊，覺得意猶未盡嘅。我不如俾多翻多啲時間咧，俾阿葉生咧做一個歸納總結同埋答大家問題咧，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啊，會唔會好啲啊？多謝曬大家，多謝多謝。老實講，戴住個咁嘅口罩嚟講嘢，以我咁嘅年齡咧，真係一個苦差嚟嘅。不過我覺得因為有黨嘅精神喺處頂住啊，所以咧就即係幾大堅持落去。其實我主要就想話俾大家聽，香港唔係一個政治冷感嘅城市嚟嘅，香港好熱烈嘅，無論邊個派別做啲咩嘢都好，香港人都係非常敏感於我哋國家嘅成長發展同埋走向。因此，我覺得未來嘅香港嘅歲月要解決嘅深層次矛盾，唔係經濟問題，唔係金融問題，因為金融、經濟、土地，中國好有經驗。但中國共產黨今後喺香港要解決嘅係一個整個意識形態嘅一個歸屬嘅問題。佢點樣睇香港係點樣行呢條路嘅？我諗大家咧喺電台聽阿葉生做節目咧就經常㗎啦。現場問阿葉生或者我哋台上三位嘉賓問題咧非常難，但不如我哋把握機會簡短。我都知道近期國家咧都非常關注香港青年嘅出路問題。咁香港政府都推出咗大灣區嘅青年嘅就業計劃，想鼓勵香港青年咧去大灣區其他城市咧去發展佢哋嘅事業嘅。但係規定咧就係規定要喺2019年到2021年嘅學士或者以上畢業嘅香港青年，而且當中好多嘅崗位咧都係科創嘅職位。咁我想問下各位，如果唔係呢2年畢業又冇學士學位，又不是科創出身的青年，他們如果想在大灣區其他城市發展的話，他們有些什麼出路？多謝你的問題。你說的那個是政府的政策，那我沒有權去即做這個政策或者去 comment， 但我只是想帶出一件事，就是我有個經驗，就是我其實最近就拿了一個咖啡舖，一個香港即很大的連鎖咖啡店，就去做了一個 program， 很有趣，就是幫香港的年輕人呢等他去學沖咖啡，去學怎樣運一盤 business， 然後去深圳的咖啡店那裡做實習。我們選了兩隊隊伍出來做得好的，我們會投100萬給他，就去開個咖啡店在深圳。我想帶出什麼呢，就是不要想今時今日就是你如果在香港做不到了，你就回去大灣區，或者只有 IT 的人才可以去大灣區做事，不是這樣。其實在大灣區有很多機會，但是有一個很先決的條件，就是你必須要在你自己的行業裡面做得很好，你才可以在任何行業都會有機會。因為今時今日大灣區的競爭是很激烈的，也都不會好像40年前你拿個紅頭文件你就可以開間廠，不是這樣的事。但是如果你能夠在自己的行業裡面是做得好的話，有競爭力的話，其實機會就非常之多。我有一個請教許先生，我們說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學習的政黨，摸著石頭過河就已經是了。我想請教許先生，到現在為止，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他的學習到現在為止有哪些是學習我們不想去學下去的，有哪些他是學錯了，他以為是學對了，一路做下去，麻煩許先生。
係咁就請教唔敢啦，少少意見嘅分享啦。中共有無數嘅短處，亦都有無數嘅局限。譬如睇香港問題，我嘅睇法就係、是，直到今時今日為止，全中國喺過去百幾年入邊最偉大嘅城市就係我哋嘅香港。個原因唔係我哋比任何一個大城市嘅人都更願意拋頭顱灑熱血，而係中國或者中國共產黨有冇辦法同香港，尤其是香港嘅年輕人相處。好大程度上係預示住我哋有冇辦法同世界公民去相處。其實點樣定義或者點樣去造成我係咪一個中國人呢？唔係我哋有個共同嘅過去，呢樣嘢係錯嘅。話大佬啊，如果係有共同過去，我哋先有共同嘅國家，咁美國死得啦，咁澳洲死得啦。唔係因為有共同過去，係因為我哋有個共同嘅將來。兩岸嘅四地，我哋喺唔同嘅歷史坐標唔緊要嘅。我哋在不同的現代化的進程裏面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面前的那個自由民主君父的中國是一個怎樣的中國。中國共產黨在未來能不能夠回應到香港的年輕人這個問題，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災民，這個是一個最大的考驗。他未答到的，我希望他答到。多謝曬今天這麼多位的參與，多謝曬。我期待觀眾或者聽眾睇完聽完呢個節目咧，起碼有一個諗法，即係話想增加對中共嘅了解多一啲，又或者係啱啱開始，但係有增加了解嘅渴求咧，就係、是、加深彼此相知嘅一個步驟嚟嘅。所以只要引出呢一種想了解多啲，我就覺得好成功㗎啦。